其实真的很开心，就是我们之前刚在台北小巨蛋举办了完两场的演唱会，然后没想到这么快又能够再度站上小巨蛋。接着在十一月，我们也会在新加坡。那希望未来有更多机会能够去更多城市跟大家见。是的，对，我们只要还能蹲，我们就会继续为大家蹲下去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欸，那我们蹲到我站不起来为止。我们是不是准备要？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秉志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今天十二月七号那个台北小巨蛋开票嘛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我十二月七号会在台北小巨蛋办演唱会，然后今天中午十一点在拓元售票系统已经开票，然后谢谢就是五位哥，然后有就是给我打广告的时间，谢谢。你说要谢谢五位师弟啊，五位师弟，谢谢哥。对对对，就是也很谢谢秉志这一次帮我们写了分歌，分这么好听，感谢我们这些晚辈能够再次。
翻身这样子。对，是师弟，没有，师弟是长辈，师弟哦，对，长辈师弟，对不对？正确的说法是，他们是师弟跟晚辈是不一样的，好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没关系，我们让坤达讲话。正确的说法是，他们是师兄，但我们是前辈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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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哇，这个背都湿了。对，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秉志啦。那谷谷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要跟大家分享？新专辑有在做了吗？有在做了，对。但是我希望那个未来有机会。可以跟师弟们一起跳一支舞，哇！所以，因为我也来看演唱会啊。言下之意是，我们的新专辑你也在做喽？有努力创作。我跟你讲，其实你不用，等一下秉志先修，你就在台上，反正我们最后我们还有一首歌，我们还有一首歌吧。你膝盖有暖身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。哎呀，那就不放过他了，不放过他，他先休息，先忍耐一下。我们等一下最后有一群那个小伙伴会上来，对对，然后再欢迎姑姑一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没有问题，你可以吗？你真的可以啊，因为今天我们原本看，因为犀利趴阵容太坚强，昨天我还看那个也是师兄宇宙人在台上要原本要打羽毛球，我就想说我们要打什么？我想说要打陀螺。不是打陀螺，不要用谐音，是那颗陀螺吗？不是，后来发现因为陀螺太难控制了 ，X 因子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玩这个梗比较好。打阿迪啊，打阿迪哦，你说的是打陀螺，不是打陀螺，是不是？讲白一点嘛，阿迪是地锁啦，这个到时候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。对，好，那陀螺地锁这件事情，你已经暖好了吗？我暖好了，好，不要让师兄等太久，你不要让就战斗位置嘛，就战斗位置，就战斗位置，好，不打扰，不打扰，小品质，谢品质，小巨蛋加油，小品质，小巨蛋，拜拜，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，嘿，超犀利趴十六中，谢谢姑姑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我们是 Energy。